我要闹吧！又一句惊人之语让大小朋友全笑翻了腰。柯文哲视察田园校园计划，自己当然也要来试试看。SOP 成瘾症却开始发作。动好了，动好了，再一个。啊，我还以为一个拳头啊，一个拳头，对啊，外公领悟了。哇，我这最熟做什么事情都 SOP， 然后就是马上一二三四就。对。转进教室，连小朋友打饭菜，柯市长也要管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拿到上面来，这样才不会掉下去。啊，你要叫人家拿到最好，这样才不会掉下去，会掉到这里。对，哦，市长。我忍不住要告诉你 SOP。便当拿高拿低，市长北北亲自站你身边指导，幸好小朋友很买账。柯文哲亲自外带便当吃看看，一早甚至突击其他国小检查。未来台北市中小学营养午餐将由新设立的食安委员会拟定流程，从买到吃到煮，一切按照 SOP 走。营养午餐刚才讲说 SOP， 那是食品安全委员会去处理的，哦，那个就归食品安全委员会处理。那价钱的部分哦。这个我们就是教育局再来商量。食安把关落到 SOP 市长手里，一点都不能大意。记者黄明君、黄媛媛采访报道。